你终于来了，燕回。 池塘的尸骸，竟能爆发出如此威力！原来调用尸骸灵力，这么来，我现在有些头晕。你是龙角吗？ 干嘛，素影？这是素影的元神。 快走！妖龙天耀，你终于来了。 把护心灵交出来。白教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就好，快走。燕回，燕回，贤哥，贤哥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听说你们去斗兽了，担心你们出事，快跟我走。